这东坡肉短短短的，舒适看了都得流口水。Hello， 今天我们吃番茄鸡蛋鱼香肉丝下饭菜，还有东坡肉。先来一串肥牛金针菇。一碗米饭配了三大下饭菜，值不值得你们一键三连呢？哇，一大口番茄炒蛋，真的太爱番茄鸡蛋了。你们最爱吃的下饭菜是什么？这个东坡肉。口吃肉真的太爽了。这东坡肉短短短的，舒适看了都得流口水。哇，来一颗绿蒜。七宝酱汁的米饭可以有100分。今天的快乐是盖饭给的。